妈又在抓小黄魔了。我说啥东西让人家说，你说咱说可好吃了，他说他真他妈瞎吹一壶可好吃了。这个东西真是根据个人的口味。是啊，你一样的东西，你有的就吃可好吃了，有的就说可难吃了，你这玩意儿你真没法说。你反正就是真是就是根据个人的口味。刚才我妈一打开袋，我妈说多香啊！一打袋子，这装小黄毛，这袋子一打开，哎呀，这香气扑人，我就闻它可香可香的了。人家杨凤都说她就闻不了，你说那玩意儿，你俺也觉得一打开袋子，我说臭烘的。哎呀，多香啊！这个蘑菇，要说这个味道，就是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不喜欢。对。你看咱家小黄馍可好了，嗯，我妈还得一个个挑嘞。这个给它挑，给有点杂质啥的，稍微有点过时呢，把它挑出去。晚上烙点饼吃，煮点面，回来得复杂，给它烫一大半面，烫它一大半啊，这样式儿软乎。要面不要整硬啊，整硬烙的饼，烙的饼也硬。再用温水把这边面给它调和上，拌匀了以后往下收，把面絮往一往里面一怼吧。今天干晚上干了煮肉了，揉一揉它，完了给它放这醒会儿，醒会儿，咱们这时候整点面油酥，这油酥啊就是快点面加点油调匀它啊，到时候你用就行了，往上抹就行了，再倒点豆油，这样给它拌匀它，拌匀它就是油酥，这就油酥，反正我就是这么弄的。今晚我们就用这个大萝卜做一个萝卜汤吃大饼，萝卜给它切切丝儿。我家萝卜可甜了，小萝卜丝儿还是不错的，可甜了这萝卜。我再啃两口，大冬大黄色，我妈种的萝卜就好吃，一点都不辣。肉也切好了，菜也切好了，今天晚上简单就一个汤。白面也烫一半啊！哇，我烫的变妈那软和。你看他们烙油饼，多数都愿意烫一半。啊，我也愿意烫一半。完了，放上咱们的油酥。哎，这玩意儿就是网上人家他人家的可多了，烙饼这么烙那么烙的，还撒上点盐儿。妈，今晚可能说不定就咱俩吃饭了。撒上点盐儿，我喜欢撒上点十三香。咱们给它卷上。切上一块一块的，你看这两边，给它握一握。现在我还要上河，他那天上河拉爬的，也是我们拉柴火拉那个灶用的那样的。拧上的就行。那我做饼吧，也不咋地，反正都能对付吃。没饿着。真的吗？很少很少蒸饼。饿着。我做饼不行，你要是做包子、饺子哈那样式的行。除了就是好快。赶上过急眼了，就像讨饭的似的，谁有饭剩下给我点儿。你还真没饿着呢，饿着了你看试试。你饿着了啥都香哈。你看上山那些人跑山累了，也饿了。哎呀，管他谁剩下的啥饭都吃。嗯呢，也不闲乎了哈。也不闲乎了。烙饼不是强项啊。什么强项不强项啊？烙熟了。你哎，对，烙熟它就行。今晚也不知道人家都回不回来。哎呀，回来就吃，不回来就是。个人有个人的安排，那你咋办呢？哎呀，焦黄的了。然后凤烙饼行。啊，他烙几回饼，你不知道。我不行，我烙饼不行。把杨大伟撑的呢，一顿。哎呀，大姑，你烙的饼咋这么好吃？我说你他妈还烙饼，我二哥都有觉得，你看杨凤烙饼真好吃。我说你是时间长了没吃的关系不？啊，我老妈在给我翻锅呢，倒出来好几个也行了吗？行，咋的？我改，我妈烙，一会儿就逮饭，看着反正也行，看看今晚吃啥样了。妈，那么咬动可软和了是不是？嗯。快点啊，给我评价评价和你大姑的饼。评价。我不评价，不评价我都知道。还行，嗯，挺好。就是没干啥，只要它熟了，谁都能吃饱。只要熟了就行。就是，嗯，你家说和大姑的一样好吃，都好吃。你要嫌不好吃，你妈下回就转给你了。
不好吃自己烙。你别上当哈、啊，你说不好吃自己烙。